再问你一遍，我们的撤退路线和藏匿地点究竟在哪儿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小哥，你的調査が有病です。弟兄们，是死是活，就看今儿这一把。各位弟兄们，虽然咱们是国军，但我不是什么少尉。你们别看我这身军装，其实我也是八来的。虽然我们跟部队打散了，只要你们还认我这个大哥，我就还带着你们杀鬼子。大当家的，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你咋还跟没事人似的在这睡觉呢？徐娟，这当年我爹教我枪法的时候，我爹就跟我说，越想打中猎物越要沉住气，我这百发百中的枪法就是这么练的。今儿咱等的可是个大猎物。说两辆吧，怎么四辆啊？那就尽量说，注意力。那边有人撬咱们杠呢。啥？Thank you.
大当家的，打不打？哦，大当家的，你这就你常说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就叫坐山观虎斗，对吧？火力太猛了，要不咱先撤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谁敢撤，老子崩了谁！给我打！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鬼子把他们给端了，行，能敲了咱杠子，算他们本事。弟兄们，怎么说？三鬼子，谁也得杀！冒出这帮人啊，保他是谁，只要是大鬼子的就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弟兄们，别轮到咱们了。大鬼子，吴刚，孙大刀，姓孙的，大
刚才要不是老子，你已经见阎王了。杀父之仇，谁来不报？老子做梦都想扒你的皮，抄你的筋。想要老子命，先把这条命还老子再说。想要老子命，你也得有命取。一女的，走！大哥，我放了你，但是不要给我们找麻烦。走！